嘉义新北市观乐耶诞城，今仔来新北市耶诞城。哦，这张画背光来景看。这来这讲啥？要车站吗？啊，得要去台北车站啊，板桥车站啊。啊，然后去遐看一下啊，板桥站在遐，而且遐出来就是市民广场。把火车站那个把属于的火车站那个捷运站嘛。这个坐火车啊，捷运。这个应该是算这个地标啊，已经过来年啊。顶届有来过嘛？有看的。椰蛋树。椰蛋树。暗时拢有灯火啊，较水啊。对啊，暗时来较水。开店面是较清，较无背光。站门有经过遮，啊人足多，车嘛足多，无有停车，都无入来啊。再试下来看卖。遮有摆一挂市集啊，你是着摆一挂市集咧，互买啊、佚佗啊，啊遐阁有咱旋转木马。旋转木马，迄工会钱啊？免钱啊？免钱啊？爱排队就好啊。哦。啊，这个恐龙，那好耍啊！啊，这恐龙，啊，这个钱啊，爱一件多少块啊？是哦，这恐龙爱钱。哦，今天较热吼。系啊，遐十七度上是，你要看。哦，系啊。十七度看有二十五度吧？你头先买着。哦，遐显示讲十七度。无感觉。无感觉，但是真热。没太阳光。无日头可能会有啦，会遐，啊只这里暗时来，迄椰蛋树的，灯火较。这丛椰蛋树哦，直接带去几丛的啦。嗯、暗时灯火较水，啊，这是爱排队无啦？唔知影，要排这個，买囡仔咧耍的，嘛不可能耍。啊，只有一寡买一寡零食的，啊，啤酒。四级啦，用出来咧义卖。啊，是个娃娃。啊，迄是大圆摆赞助的。哦，大圆摆啊。另外伊个 mark 啊。哦。这个无电火就无水啊。暗时遐来好啊。暗时要倒来啊，暗时。咱来都人伤济。想我来啊，原底是讲三四点啊要来遮烤的。再个结果走去林家花园，坐到来就五点外去啊！啊，这个卖椰蛋的物件，我预设着。看卖。对哦。这个布袋，椰蛋的感觉，椰蛋来翕相，椰蛋来翕相。对嘛，这样你嘛较水，较有椰蛋的感觉嘛。而且讲暗时较水是，佫有啥物特别？灯火啊。对。啊，佫有光雕啊。光雕会拍你对。投影伫迄个大大楼顶悬啊。哦。加牛角面包，看卖。对。要开，这角袂歹哦，两张。嗯。哦，这角度袂歹。
咱昨那去恁家花园，那才天气才好就好啊。三峡牛角面包，看要买，看要买。较早去三峡那么济。牛角面包吃久无吃啊。十支可以合装，然后也可以参考综合的。嗯，十支要安怎配？原味玻璃凤梨，菠萝啦，菠萝凤梨啊。青菜啊，看你要安怎吃啊。三峡牛角，下面其他十几，咱爱食看卖，真不好食啊。好啊。金牛角，三峡金牛角。较早去三峡拢会买啊，即马都无去啊。这个游戏不用排队，大家。好。即马直播吼。系啊，即马有咧套圈圈来看卖啊。来排队啊。把我们的大奖带回去，正好跟各位报告一下喽哈。等一下呢，上来玩的好朋友们，特别规划了大人的丢职区啊，以及呢我们的小朋友的丢职区啊，小朋友力气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呢有特别开放这一点的投资，这样才有机会呢可以来报告一下圈圈。好，看一下时间。11:28呢、啊，我11:30的时候展开我们今天第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，所以邀请各位喽，赶快移动脚步靠过来。今天呢，第一场套圈圈的礼物，每一个我都超想要，好、哦，每一个都超想要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呢，也想要来把这些大奖带回去的好朋友，赶快移动脚步靠过来。而且呢，我们还准备了参加奖，需要来参加，没有丢到没关系哦，我们怕呢太多的朋友。大人的话，请站在这一条线，好不好？小朋友的话站在第一条线，然后呢，你看你想几号的礼物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们格子上面都写数字。那什么礼物呢？在这里呢，非常感谢，这个是呢我们的亚路美丽国度所赞助的超级可爱的吊饰，好，以及这是无奖所赞助的袜子，这是我们的一号礼品。好，那接下来是二号，二号呢是我们金三角。哦，金三峡的金三角，我们非常好吃的综合的牛角面包，好、哦、十大伴手礼之一哦，超大一盒的。那另外这个是个贵美人，好、哦、在旁边。